我是本档接档主播，我叫小丹小仙女，然后辛苦辛苦刚才的主播了。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一定要点点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勾勾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，然后大家把我们麦上所有主播的关注都可以点一点。喜欢看跳舞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预约一下我们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通知。对，然后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古典舞，今天给大家跳古典舞，然后现在有点下雨了，所以我是在雨里面给大家跳个古典舞。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就一定要点点我的关注。第一个舞给大家跳一个柔柔吧。然后第一支舞蹈给大家跳完了，这个雨下的好大了呀，因为下雨了，所以下一个给大家跳个伞舞。对，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一定要点点我的关注，大家可以点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的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勾一勾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。今天光特别差。对，然后大家喜欢看跳舞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预约一下我们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通知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网记专业，
又有颜值的舞蹈993。欢迎各位嘛，大家喜欢我的话一定要记得点点我的关注。下一个舞给大家跳一个散舞，跳一个风筝舞吧。哇，真的下了好大的雨。给大家跳一个风筝舞，下一个。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点点关注。你喜欢肉肉的？可能是今天看起来比较肉吧，因为我刚剪了刘海，那个理发师把我剪得太短了。卷丝纶，随风纷纷。谁采木缺一缕魂，落别村。风影无心惊扰了对棋人。慢离何时，怕春雨成盆。欲知暗风风不住，千沙重魂。舟上摇波波不停，独影重温。错人庭前过马人，醉几分。一抹生香，吹梦成真。这舞蹈给大家跳完了，对，刚才给大家跳了一个风筝舞。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点点我的关注，
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的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勾勾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。对，欢迎大家，还没有来呢。猜下的是小雨。你们怎么那么希望下暴风雨啊？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点点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勾勾右下角直播时通知，然后大家把我们五星五星还半天的预约都点一下。点关注不迷路，对对对。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993，欢迎哥哥们，谢谢哥哥们礼物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993。五级风啊，还没有呢。对，现在是小雨，然后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古风歌可以扣在公屏上，然后我看见了可以给大家跳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那个想听的古风歌？那下一个我就给大家跳一个棠梨煎雪吧，好不好？下一个我给大家跳一个棠梨煎雪，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勾勾勾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。青花瓷，好，那我就给你们跳一个青花瓷吧。然后我还剩一点点时间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点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，然后晚上我会回自己的直播间播，今天下雨了没法再播了。给大家跳一个青花瓷，刚才是谁说的青花瓷啊？勾勒出情花，被风弄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黯然檀香透过窗，心事莫了然，宣纸上走笔至此各一半，釉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天际彩虹的你把我在了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数个你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遇见你伏笔，天际彩虹的你把我在了你，月色被打捞起开了结局，如尘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迷人的笑意。送帖落款时啊，却惦记着你啊，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，窃喜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帘外芭蕉惹骤雨，门环惹兔女啊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，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，在了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数个你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遇见一幅如笔，天际彩虹的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再次独自美丽，迷人的笑意。